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帝王陵墓。我拿到提灯，可是它却没有分类在这里面。接下来我去拿一下这个好了，这宝箱里面应该有什么好东西。我觉得所有的报纸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顺手杀死你们。在下面啊，我再看一次，如果他还是同一张报纸的话，我就不看了。好，以后不看了。这里居然有三个法兰西亚德的故事，既然有的话，我当然也要做一下啊。
bon sang, regardez-le. Greetings, citizen.哇，这样是吃不到的。这个应该也是要从最上面吃。国王的双目，接任务点在哪里啊？地下室，地下室好多人啊。神秘邪教在台面下蠢蠢欲动，信奉铁面人并盼望他能复活。曾有人预言贵宾将会复活，找到铁面人教徒中三位大师，夺取他们的钥匙，进入他们准备房间。我先去商店买一下东西。不行，这样我子弹太少了。全部填装完成。Sûrement évadé de l'asile。这个应该是在楼上吧。获得一个
这边再来就都是一种蓝蓝的感觉。整区我觉得没有很喜欢这边的色调。这一区就剩一个双脚帽了。Sure as hell not supposed to be doing that here, are you? Citizen, hold there. Honor and filth. 每一点很多哎。我又不是拿你们的东西。新宝箱。我是在这边，居然也有这种符号，该不会这边也有解符号的吧？可是这边解符号要干嘛？传奇套装我都拿到了。我发现这里没有像在巴黎那样拉远。找到你的目标。Hello, what's happening now? Oh!
挡路羊。不知道他的房间里面有什么。十四的回忆录由他本人亲自撰写，其长子大王太子编排，最后传给其嫡孙法国王太子收藏。正文中有多篇遗嘱，但却没有中心主题可以激起任何热情。不过几乎接触到这本回忆录的每个人都感到光荣，而且无论喜欢其行善或厌恶其在位时的恶行，都认同他对国家的贡献。Louis XIV. I don't think he's coming back. 好，我们来当一下铁面人好了。等一下啊，哦，我以为铁面人套装会扣血，我想说怎么可能。这应该是乱讲的吧。好，我们就找到这个史上都没有人找到的铁面，亚诺真了不起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明明后面就没有墙啊，姿势居然是那个顶墙的姿势。你以为有闪光弹我就会怕吗？照样防御到。去这里。我每次都是在爬这个。哎呀！很讨厌长官。啊啊！我被恶心的杀死。哎，不对啊！我怎么记得那个地方是有窗户可以进去的？
be about your own business. 这边啊，士兵等级真的差蛮多，高的很高，低的很低。 再次去看遗嘱，我直接把他那些士兵通通都宰了，会不会比较？ 安全一点，要直接爬好像有点困难，好像可以哦。 Architect of the Basilica's last will, to be buried where monks would pass over him each day. Where is he now? 我圣丹尼修道院的苏杰，由在场57个人见证，以及上帝的注视下，决定了这个遗愿如下：由于顺从主的教诲，我的坟墓。 要成为信仰的仆人，让每一天、每间办公室走出来的人都能践踏我卑微的遗体，直到基督再度降临人世的审判日到来之时。<音><音> 应该有条路是可以进去的。 怎么又是这里啊？
哇，好多人啊！ 装扮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 你还有收藏品，哎，这里怎么这么多有那个符号的人啊？那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啊？ <音>是盗墓者的意思吗？逃走了，杀了你！怎么可能给你逃走？ 在争什么？不晓得，把他手里先删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